莲县救国团之友人议会与花莲县幼师青年服务协会共同举办2022花莲秀姑兰奇迹铁马健行活动。玉里镇长江东城一大早就抵达风雨操场，为秀姑兰奇迹之行鸣枪开炮。铁马健行活动从玉里中城国小风雨操场集合，行经玉埠自行车道到东里车站折返。长约10公里的玉埠自行车道是世界唯一横跨两个板块的自行车道，不仅是各方的铁马骑士所热爱，新建完成以来也是玉里镇最爱远近驰名的景点之一。玉里团委会办了第一个大型的活动，也让我们的总干事哈，真的是坐立难安，睡也睡不好了。希望说今天过后，他能够好好的补这几天辛苦的年哈。镇长江东城一早就抵达风雨操场，为秀姑兰奇迹之行鸣枪开场，祝福活动圆满成功，希望镇民在铁马健行的旅途当中得以活动筋骨，促进身体健康，同时也能够放松身心灵，为假期的早晨迎来充满活力的开始。也鼓励玉里镇民在6日闲暇之时相约亲朋好友一起出门健行踏青，为周末假期留下温馨又美好的回忆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